大家好，介紹下自己先啦。我姓馬，叫我 CK 啊。公司名叫做力佳文具禮賓人公司。咁我哋專係做嗰啲係高檔筆嘅。咁一般係同嗰啲國際品牌，尤其是錶方面嘅牌子咧，係設計筆同埋生產嘅。咁今次我哋係參加呢一個電商咧，就大半年。經驗不夠，但是我是盡可能分享我這一段時間所碰到的問題，所以呢就如果大家要參加這個電商，可以到時是多留意一下我所分享的經驗，希望大家可以盡量投下我票啦，到時我可以再分享多些東西給大家知道的。 OK， 謝謝。